师，你不会扎到我的肚子啊？啊，不能扎你肚子，哦，真是。啊，我站起来就安尼啊，竟然安尼讲话啊！来，要求你们听起来，去那边，你们那边太累了吗？一日游行程，那个，我们可以从那个南海科技大学开始出发，然后一直走到那个，走到我们最具有那个老街跟艺术代表的地方，就是神农街跟海岸路那个地方，我也有参加。到那个地方去走了一圈啊，然后可以体验那个日治时代的那个什么五条港，然后啊讲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老师，我不要讲太多，谢谢。